想去触碰你伤口的疤，只想掀起你的头发。否则怎么样？妈妈，你回到了你的家，跟我陪着我。小姐Don't shut up.
高了吧，这个版本不知道这为什么。他说再见，他是真的要跟我们 say goodbye 吗？拜。你微笑，我已经把声音都录很直了。哎，我日了狗了，谁让你唱了？我没唱的你怎么唱了呢？现在唱啊，呀呵。